行，我们就在这儿分手吧。张连长，我告诉你，这次你一定要给我多留个心眼，千万别再给我搞砸了。你真以为我是吃屎的脑袋啊？除了屎，你还能吃什么？行，你跟着他，多留点心。是，行，就，撤，就撤。 报告连长，那边没人。报告连长，小树林里都搜过了，也没人。你们敢确定？确定。我告诉你，你最好是给我老实点。你要是不听话的话，他们只要轻轻一拉你后边那根绳，你的小命可就没了。啊！ 你，就你，到前面看看去。去不去？啊，来了，怎么就一个人？甭管那么多，想办法先把人弄出来再说。 别管我了！闭嘴！都给我住手！你们要再敢碰他，我就崩了他！志宏，你快走啊！我不会走的。今天如果不把你带走，我就跟你一起死在这儿。你可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！闭嘴！别动他，再动他我就真开枪了。再敢跟我废话，我让他脑袋开花！有种你开枪啊！你开呀！别废话，到底换不换人？ 别紧张，这儿没埋伏，不就是交换俘虏吗？有我一个人就够了。给我锁定目标。目标是谁啊？锁定蔡参谋。什么？锁定蔡参谋？别废话，这是上边的命令，发不回来就毙了他。听我的命令，干掉他！ 快救小青！快走，志宏，谢谢你！站住，志宏，黑中白，站住！
哎呀，你别管哪儿了，不会有事，赶紧走、啊。你给我放手！志宏呢？啊，我刚才好像看见他去追那个参谋了。下山的时候，我刚才也好像看到有两个人奔树林里面去了。别再纠缠我！咱们相安无事，各奔东西，你干什么？做梦！别杀他，把他带走。走了那么长时间，也没见到咱们的人。哎，你说，如果他们等不到我们，会去哪儿找我们呢？换了我，肯定会回到咱们歇脚的地方去找。这就对了，我们就去那儿。等等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我想跟你们做笔交易。交易？啊，能把我的绳子解开吗？你看，我都这样了，我跑不了了。别跟我玩这套，说吧，你想干嘛？别动。那好，麻烦你们把我的帽子摘下来。英子，里面有个蚂蚱，摸到了吗？蚂蚱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金条，连这都不懂。我就是不懂，怎么了？说吧，你想干嘛？你们两个把我放了，蚂蚱归你们。走，走。等等，你又怎么了？我快晕了，你们得帮我包扎一下。没空，等赶上队伍再说。是这样，我流血过多，死了不要紧。你没看见，这地上流的血，他们会顺着找到咱们的。他说的对，咱们给他包扎一下吧。走走走，坐下吧。韩雪，韩雪，怎么了？啊？我不知道，又肚子疼得不行。来来来，坐下。我看看。哎，你脸色不对，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啊？昨天晚上我只喝了一碗蘑菇汤，其他的没吃什么。蘑菇？那东西很容易中毒，你怎么吃那个东西啊？我哪知道。彩冬没呢，他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他刚刚还在那儿呢。哦，他跑了。他要是跑了，我们就进不了县城了。志宏，你随时做好战斗准备。好，我去追他。来人，来人！到。慧文姐，嗯，小雪可能食物中毒了，你照顾一下她。你跟我走。好。志宏。
站住！站住！开枪了啊！站住！对我们就更有价值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只要他们想让蔡中北死，他就对我们有用。走。别开枪！我是蔡蔡某。哪来的枪手？一定是敌人。糟了，他们是不是发现小高了？我去迎他。不，你不能去。你要是去了就更乱了，到时候咱们谁都找不着谁。好，撤，快撤，走，快走，走，快！站住！这个你别管，你赶快回去告诉他们，敌人来了，让他们赶紧撤。我去找蔡中培，不能让他落在敌人手里。快去！不好，有共军！站住！共军给跑了，先别管他了。这样，杨排长，你先带几个人去下游，给我仔细的搜查蔡中培。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其余的人，配合孟团长，把那股共匪给我全部消灭在这个山谷里。嗯，排长，跟我走。别动！仔细搜查。他在哪儿？啊！我走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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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危险！即便有危险，我们现在也无能为力。快
走吧。哎，等等，你们看，是敌人，来了很多人。那个指挥官就是我们的老对手，他们冲蔡中碧开枪，蔡中碧跌入了悬崖，不知死活。小高呢？小高，他还在那儿。他说，他想把蔡中碧给找回来。他怎么这么死心眼啊？那个死参谋是死是活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可小高说，既然敌人想杀他，那他对我们就更有价值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马夫他没走，他又回来了。是他把敌人引来的？不是，刚才是他救了我，是他把敌人引开的，要不然我就回不来了。那他在哪儿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是他把敌人引开的。那他一定会有危险的。现在他有没有危险，跟我们都没关系，我们哪有时间救他？那也不能让他为我们白白送死啊！快闪开！爹呢？爹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没有看到？我们不应该留在这儿，往哪撤？我哪知道？在那儿呢，敌人就在我们前面。在那儿。站好，快走，我来守护。不行，你们再走，我断后。快撤，快！快走，走，快走，走，走。你先撤，我断后。别跑！别忘了，我可是军情处的参谋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这叫吃一堑长一智。本来我们对你奉若上宾，可您不识相啊！您不是跑吗？所以，我得长个心眼。捆了。好，你们捆吧。等我到了南京，我会告你的。到那个时候，别说是你，就连你们的上峰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告！再告！再敢给我跑，信不信我一枪把你的脚底板打烂喽！别玉，就就他们这是想迷惑我们，去看看前面有没有脚印，快点，是，快点，给我仔细的搜。发现什么了？没有，连个影子都没有。
细的搜。记得搜。不知道他们又想玩什么花招。喂，你们都听好了，你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，只要你们能放下武器，我们连长说了绝对不杀你们一个人，听明白了吗？我们去哪儿啊？我们得想办法找找他有没有其他出口通向外面。哎，你看那边，走。沙宝义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前面有个洞口。完了，这是条死路，看来咱们出不去了。有风，有风必然有洞。走，看看。少红，谁叫我啊？我是杨味儿啊，志豪，志豪，杨味儿，小心我被人抓了！志豪，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对了，你们看谁来了？是你，是他带我过来的。快去通知姐妹们，好。扔手榴弹！扔手榴弹！
吗？堵上了。报告教练长，我们找遍了，没有找到严排长和蔡参谋。真是见鬼了！教练长，你看，天马上就要黑了，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就地宿营。至于严排长吧，等到天亮后再派人去侦查，也不迟啊。弟兄们确实辛苦了，就地休息。是，就地扎营做饭。看来敌人已经走了，不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。不管他们，我们一直向北，直到找到队伍。你们两个别弄了，到那边给我守着去。是。你还别说，这到了晚上，山里是湿冷湿冷的。我要是不当兵，找个女人跟我泡泡脚，沏上一壶酒，那是什么滋味？你的人生理想可真够高的，一壶酒，一盆洗脚水。对，没错。我就这么点理想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排长，哪像你们这些当官的，贪污腐败、克扣军饷、调戏民女，什么事儿不是你们干的？而我呢，充其量也就是给你们把个门、望个风而已。但是现在，我觉得我的理想非常的实在，你羡慕吗？啊，哼，你过来，想办法给我弄点水，老子要泡脚。排长，没盆儿。没盆儿？没盆儿，你不会想办法吗？饭盒不能打水啊。饭盒，你那脚泡不进去。跟你有关系吗？泡不进去，我可以想办法。我可以用毛巾蘸着水来敷脚。要我背你去啊？还不去？啊，这就去。什么人呢？饭盒里怎么洗脚？以后让我怎么吃饭？熏死人呐！笑吗？好笑吗？挺好笑是吧？挺好笑吗？啊啊！你不光是好笑，你是个疯子。
你骂谁疯子啊？我问你骂谁疯子？你还是头蠢猪。再说一遍啊，你难道没看见你的兄弟跑了半天到现在没回来吗？人呢？往哪儿去了？六子，六子，排长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看着他。六子，六子，把枪放下，放下枪，把枪放下，放下枪，把枪放下，放下枪，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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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小子早就该……别动，把枪放下，把枪放下。你不会冲我开枪吧？难说，反正你动我就开枪。我救了你的命，你却拿枪对着我。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你这叫以怨报德。少说没用的，你只要老老实实的，我就不会开枪。我他妈干嘛？我他妈够老实的了，我要是跑的话，我现在早就……我太蠢了，我竟然回来救你！我求你了，放我走吧！你是救了我的命，可我没权利把你放了啊！我只对他们有价值，我对你们没用。不一定，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的自身价值啊！你说价值？我对你们也有价值？啊、嗯？要这样的话，你不会对我开枪的，对吧？我走了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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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。我跟你走，别打了，累死我，累死我。我不能放你走，我要把你交给军部。我必须得走，一旦他们知道我落到你们的手里，我就完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们要是知道了我落到你们的手里，我全家都完了。我的妻子，我16岁的女儿，你明白吗？你傻呀！他们一旦抓住你，就会杀了你的。他们想灭你的口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不用为我担心，我不会让他们逮住我的，我一定。会设法摆脱他们的追踪，我要赶回家，我要去救我的老婆孩子。你放了我吧，好吗？虽然你的故事很感人，
但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没有权利放你走，明白吗？把腰带摘下来，快点！我恨你，我恨你们，恨吧，慢慢恨，转过去。怎么办？看来他们是向着县城方向去的，也许就是老跟着我们的那支敌军。我们要赶紧想办法尽快归队。有什么路可以去县城吗？跟我走。好像是有人在喊救命，救！走，看看去，去！走，队长！有没有人？救！严排长，连长，救我！狼！排长，救我！有狼！狼！怎么回事？哪来的狼？啊！我看你鬼哭狼嚎的样子，倒挺像狼的。枪里在这出去，真有狼！给他松绑，快点！你还好意思活着？蔡仲培呢？什么这还哪的？蔡仲培人呢？被人劫走了。谁？一个红军。往哪个方向去了？不知道，当时我被打晕了，差点还送了命。你这个废物，平时的能耐劲哪去了？啊！传我的命令，向金县城进发。是。弟兄们，向金县进发！走，走，隐蔽！严排长，我们都走了大半宿了，连个人影没人。
那是你运气好。要是遇上那帮女共匪，咳嗽就是目标，首先要了你的命。是是，哎，严排长，休息一会儿吧。女共匪啊，没那么傻的，跑进大山里，出不去啊。你们以为我愿意大半夜的带着你们满山跑啊？找不到人，怎么向连长交代？你们也知道，我们来这儿是为了什么？好吧，休息十分钟。哎，休息了啊。哎，怎么着？喝水。去了一晚上，怎么还不回来呢？你走吧。不行，我不会撇下你的。要走，我们一起走。别聊，我走不走都无所谓，反正早晚都会死。千万别说这样的话，我是不会让你死的。我们一定能活着找到大部队。你忘了吗？你昨天晚上说的，你喜欢我。我告诉你，我也喜欢你。为了我们俩，一定要活下去，好吗？不行，我不能连累你。你马上走，否则我……不行，你别说这样的话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等等。走啊，去那儿歇会儿吧，走半天了，累死了，走不动了。天还没亮就出来搜山，连东西还没吃，肚子饿得都顶不住了。头，咱能不能找个地方弄点东西吃啊？就你事儿多，一天到晚就是吃吃吃。去房间里看看，看看能不能生个火，煮点东西吃。哎，走走走。
里边有多少人啊？少说废话，集中火力，给我打！刚才你要走就好了，现在倒好，我们两个都被堵在这儿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种话？你想我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吗？再说你是为了我才受的伤，要是换做你的话，你能这么做吗？你是女的，女的怎么了？你这是大男子主义，封建思想，耍嘴皮子我耍不过你，反正我们都被堵在这儿了。可是我不后悔。投降吧，你们跑不掉了，你们要是投降，我保证不杀你们。上。啊，我上？不是你，难道是我？快上。子弹吗？不多了。狗日，给我几颗。走，回来。
咱们得赶紧走，敌人随时可能再打过来。走走。别看了，人家已经有人在照顾了。给，英子让我给你的。刚才我对你的态度有点问题，我向你道歉。算了，没事了，回去睡吧。哎，英子呢？她怎么没跟你一块儿回来？英子说她头有点疼，要在那儿歇一会儿，就让我先回来了。你也真是的，你怎么能把他一个人扔在那儿呢？我又错了。得，我跟你也说不清楚，告诉我他在哪儿。他在咱们山洞外边树林里一直往前走，有个溪流，我们就在那儿抓的鱼。哎，熊姐。英子，英子，你在哪儿？英子，我在这儿。英子，英子，英子，我看不见了，之后我的眼睛是不是快瞎了？会好起来的，一定会的。来，我背你走。已经好久这么背着我了。除了小时候，我爹让我跟我哥上山砍柴，我经常假装扭了腿，故意让他背着我走。那时候我觉得我哥的肩膀是那么的宽大，我趴在上面觉得好安稳。要是哪天你能在部队里面遇上你哥哥就好了。我也想啊，可是我真怕哪天我的眼睛真瞎了。别瞎说，我向你保证，你的眼睛不会瞎的。况且缺蒙眼是可以医治的。我们上哪儿去医治？我们后有追兵，前有堵截的，逃命都来不及，上哪儿去医治我的眼睛啊？等我们赶上大部队的那一天，到时就有军医院了，就可以给你治眼睛了。比我重要，看得出来，你已经怀上孩子了。还是被你看出来了。没事儿，你先在这儿休息，我再去拿个单子。我那儿有，就在那边。嗯，好。
哥，别问了，没咱们的份儿。能掰一小块一给我尝尝吗？杨丹听话，这鱼啊是给高宁都和慧芬姐吃的，还有那些更需要营养的人。小高他受了伤，急需营养，而慧芬姐又怀有身孕，也需要营养。原来这样啊！这鱼的香味真诱人，就跟梦里闻到的一样。要不这样吧，等烤熟之后，我掰个鱼头，让你尝尝。啊，不不不，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吃鱼，刚才我是跟你们开玩笑的。把鱼给我放下！这是给我们家小青吃的，怎么了？你们家小青，她一不是病号，二不是伤员，凭什么给她呀？我告诉你，这鱼应该给更需要她的人。那我可不管，我们家小青都瘦成那样了，难道不需要吗？再说了，这鱼是我逮的，我说了算。要出发了吗？早着呢，我是来给你送吃的的。你看，这是英子和大花在河边捉的鱼，你把它吃了吧。不，你们吃吧。你刚流了那么多的血，需要营养，别啰嗦了，快吃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嗯，闻着就香。哎呦，你把你的鱼弄脏了。行，要是再有点盐就更好了。事儿还不少。怎么了？卡住了。你慢点吃啊，像个孩子似的。完。哎，你等着啊，我给你叫猫来。猫猫。吃鱼，快过来！怎么样，好点没？